都是在那裡的建文，白沙的建文，東山高中，白沙橋的建文，那是一間高中，剛才是對啊，還有一間木造高工，高工是這裡啊，高工是白沙路的，這裡是煙塵邊而已，那裡煙塵邊那裡讀這裡，煙塵邊而已，是木造高中，高工，高工對啊，高工不是高中啊，高工啊，高工不是高工，不是高中啊，是高工，高工不是高中啊，高工就是在学功夫的啊，对哦，啊高中就是在做文书的，高工就是配合那种那个工程啊，哦公司啊，训练技术人员。我看到厝整齐整齐，一栋就是啊。啊对对对。行遮尔，遮真正遮尔，所以较早十点就行过啦。这个拢是啊啦。这个好好笑死了。出来去呢？出来去大楼啦。咁学校的。来来来，学校，你有了看？吊车，这大只吊车底下要去参观。高工了吧？吊车。足久的咯呢，这间高工。古早就有咯，咱来目屎就有咯。那时候讲高工，咁迄阵就高工嘛，唔是改高中。我唔知啊。啊，像我这条万丰万丰路，唔系，我记改和平东路嘛。啊，什么万丰路？啊，唔是这条，头拄一条才是。头拄一条桥，拄我桥下一条，那条才是改和平东路。本来公共路，公共路改用啦。这条你去啊，或者挂牌挂伫外口了。啊，这抽水站呢？对啊，这抽水站呢？这个抽水站，这边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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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要起什么？抽水啊！抽水，抽水，抽水啊！